我能不来吗？把我们家玻璃都快砸烂了。这大半夜的，找我没什么事儿啊？废话，谈情说爱啊。这深更半夜下这么大雨，谈什么情，说什么爱呀？雨中曲，懂不懂？罗曼蒂克。快说，找我干嘛？我找到转炉煤气的点火办法。真的吗？骗你干嘛呀？什么办法？哎呀，他是我亲哥，你将来的大舅哥，用不着保密。快说。好吧，看在你是我的大舅哥的份上，我就告诉你吧。我收到啥意思啊？闪电？没错，我就是受到闪电的启发了。咱们都知道啊，转炉煤气不是易燃烧吗？这不废话吗？不光易燃烧，还不稳定呢。昨天那事故不就是工人点火时把煤气给点着了才导致的吧？以前我们在学校学过，燃烧反应就是气体分子之间发生有效的碰撞，即拥有足够能量的相互之间能够发生氧化反应的分子之间发生的碰撞。正负电子对撞。没错。爱死你了，你太聪明了。哎，大舅哥在这儿呢，控制点，控制点，控制点。嗯，对了，你怎么不把这个办法告诉你爸爸呢？我是想啊，咱们把它研究出来，我再告诉他们，这样不能体现出我们的能力吗？对了，我哥呢是材料工程系的高材生，跟咱们合作没问题吧？没问题，大舅哥嘛。不过你得对我好点啊，以后。怎么那么小心眼啊？开玩笑的。那好吧，那咱们明天就开始研究吧。去图书馆。嗯，那里比较清静。好。哎，这图书馆好是好啊，但咱们去那儿研究这个事儿会打扰到别人的，要不然我说个地儿吧。哪儿啊？咱们去庞友琴那儿吧。你是想庞友琴了你？你们这左一下右一下，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的，我能不想吗？不过这只是一方面啊，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别忘了，咱们都是理论派，人家庞小琴是厂设备处的，有实践经验，会对咱们的研究有帮助的。明白，懂，理论加实践。那就这边没得。もう一回見てください。はい。还挺讲究。啊，故弄玄虚啊。按照惯例，进口技术设备提供维修和调试数据应该在售后服务范围内，可那时中国缺少进口经验，日方故意没把这条写进合同，因此每次来维修不仅是有偿的，数据还保密，不让中方人员靠近。葛主任，请你退到白线外面。主爷啊，我们花了钱买了你们的技术设备，你们凭什么不让我们看你们的调试流程啊？葛主任，别动。葛主任，我们与贵厂之间是有协议的，在协议范围之内，我们可以教授你们，而调试流程的数据
是我们公司的机密，你们不能观看。哼，这些天我们好吃好待的伺候你们，啊，你们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呀，还给我们画了个一米线。你知道这一米线意味着什么吗？这是对我们的侮辱。甘主任，我们的饮食是由你们负责，这也是写在合同的。至于那道白线，是为了再不发生五年前那种不愉快的事情。对不起，请你退出白线。你们呐，简直就是一群白眼狼！跟主任，大少，怎么回事？我告诉你，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是原则性的问题。我要不看你们是专家组，各位，你刚才侮辱性的语言，对我们进行人身攻击，我向你们提出强烈的抗议。我还要向你们提出强烈抗议呢！住口！他们不讲理！别胡思乱想了。太不像话！走，陈师傅，这交给你了，谢谢。太不像话！他们，你的臭脾气就把它改一改吧。改什么？我就这脾气，改不了了。你。小琴，夏，你怎么来了啊？哦，欢迎啊！欢迎欢迎！哎，好，哎，你好，妈，夏，夏呀，哎呦，变成大姑娘了，变漂亮了。我以前不漂亮吗？哦，好看好看，以前也好看。妈，嗯，这两个是我的初中同学，你还记得吧？这是耿月辉。阿姨好。啊，你好。这是菊清华。阿姨好。哎，你好。我哥。哦，哎，别站着，让他们坐啊！哦，快快快快，进来坐，来坐，快点啊！你呀，就是崇洋媚外。谁崇洋媚外？一见到日本专家，我这是为了工作。是谁呀？你听这大嗓门，这应该是耿主任他们吧？走走走走，这个。于书记在这儿了，那我们改日再说吧。哎，你别走，各位领导，好好看看这副嘴脸。哎呀。你们大呼小叫的，吵什么呀？哦，于书记，是关于日本专家的事儿。耿主任说我是汉奸，你不是啊？我怎么是汉奸了？怎么不是？于书记在这儿呢，你们有什么，好好说，慢慢说，行吗？哦，厂长，是这样，今年不是日本专家第一次调试吗？耿主任啊。想安排几个技术人员啊，在旁边观摩，但是啊，被人家竹野先生给拒绝了。咱们在他们公司采购的设备，这学习调试有什么问题吗？竹野说啊，他们只负责教授设备的操作，而设备的调试呢，属于公司的机密。哼，做狗屁机密啊！他们就是怕我们学会了，将来设备出了问题，我们就不会花大价钱请他们回来帮着维护了。哎，更过分的是，哎，给我们画了个一米线，让我们在线外头不能靠近。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他们就是想让咱们永远无法摆脱对他们的依赖。啊，电子点火装置啊！是呀，如果要是研究出来，将会是天大的发明。这个点子是耿云辉想出来的，我参与不合适。我们是专门来找你的，他要是建议这些，还会告诉我们吗？是不？对呀，黄小琴，你在考虑什么呀？加入我们吧。不是，你们三个都是大学生，我就是技校毕业的，我能帮上什么忙？没问题。我们虽然是大学生，但我们有的只是理论，你可不一样。你有的是在厂子里面的实际工作经验。对呀，我们这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完美搭配。那我就沾你的光了啊，耿云辉，谢谢你。好，那我宣布，四人科研小组正式成立。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取得成功。来，来，加油！
这些天我们对他们怎么样啊？他们要吃日料，我请厨师给他做；他要吃红山太宰，我是又坐车又坐船跑几十公里去给他买呀。车间主任、炉长、各科的科员围着他们是激光转转呢。他们是谁呀？啊，伺候皇上也没这么费劲呢。啊，这就是他给惯的。哎，这怎么能怪我呀？我这么做是为我自己吗？如果不把他们伺候好了，啊，他们一旦磨洋工，耽误生产怎么办？你看看吧，这就是你伺候的结果。这帮日本专家，一人拿个小板板，满车间的乱转，一天只调试三个环节，就回宾馆休息了。我求他们呀，我请他们多工作一会儿，死活不答应，说是要保持旺盛的精力。怎么了？七老八十了，有这么干活的吗？他们是有点矫情，可是这是他们的工作习惯嘛。什么习惯呢？纯粹就是我们每天给他们这么高的报酬，养的，给他们10块钱，看他们干不干。你这不是抬杠吗？啊，抬什么杠？耿主任，你也是老同志、老干部，一切也从大局出发。总公司给我们下达的生产任务，那像个大山一样压在我头上。啊，如果影响了生产，耽误了总公司下达的七五规划目标，这责任是你担还是我担的？哎，行了行了，你们俩都消停会儿啊。只要日方履行了合同，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工作就行。你看，哎，厂长，你们先回去吧。啊，哎呀，耿大炮的就是这个脾气，放心吧，我不会给他计较的。那我先走了。这就是技术挟制啊！江钢要发展，就必须要培养出自己的高水准的科技人才。这也是我们以后工作的重要任务。人才难得呀，于书记。不光是咱们江钢啊，全国其他的钢铁企业也都是求贤若渴呀。江钢学院今年要毕业的有几个优秀人才，哎，孙工你可盯紧点，别让别的企业抢走。好，我关注一下。你有没有考虑过这 GES 两端的电压差问题？不是不是，如果按你这么说的话，这个设计他怎么跟吵架似的？他俩谁也不服谁。这几天算是好多了，从小到大第一次那么和。电阻的目的是控制这个电压跟电流的变化。我给你举个例子，电容就是空的水缸。小七，你的五脏好香啊！谁觉得你真是福分啊？谁啊？你说呢？你说你呀、啊，你爸爸以前也是江钢的职工，你也算是江钢的子弟了。当时跟我们一起中学毕业以后考高中上大学该多好呀，非得年纪小。行吧，我们家的情况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我爸去世的早，就我妈一个人，身体也不好，也没工作，哪有闲钱供我上学呀、啊？我当时就想呢，哎，如果说我要是上技校的话，有可能将来就能进厂工作。这样呢，就能节省家里的开支。哎，不过挺幸运的啊，刚一毕业就正好赶上工厂招工了，我就顺利进厂了。以你的成绩，日后考大学肯定没问题。可惜，我还是觉得可惜。哎呦，没什么可惜的，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能够进入江钢工作就是我最大的愿望。而且有好多人想进还进不来呢。同志，你心态好，知足常乐。快看看好了没？来，尝尝啊！小心吹点什么。好了吗？好了，开饭了。好。都写进单词里，以会尽遗憾的方式跌宕多年，但理想的夏天雨中奔跑，以你为梦，为梦人双眼，那别离的缘躲进成长里面，以爱而
不得的名字要忘多年，在重逢的甚至雨伞，满身疲惫疲惫的伤，深海无路海誓孑然一身，含苦不问还是浓烟一尘，答案不在这里，清冽余生，此刻怎么可以输给你那个少年？山海无路海誓孑然一身，含苦不问还是浓烟一尘，答案不在这里，清冽余生，此刻怎么可以输给你那个少年？大家别高兴太早，现在呢只是个雏形，理论上是可行的，但还得经过厂里的科研专家实践论证。肯定没问题的，耿云辉，谢谢你啊，让我参与到了这么重要的项目当中。你怎么又谢上了呀？大家是朋友嘛，对于朋友我们一向都是很大方的。哎呀，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我们出去玩会儿了，走吧。走走。阿琴，这就是咱们江刚的家属区，这些红房子里面住的呀，全是咱们江刚的职工。说的跟人家没来过一样。我最大的目标就是能住到这红房子里。这目标交给我。今天我就帮你实现这个愿望，晚上别回去了，跟我住一屋。走嘞，走了。妈，我们回来了。哦，回来了。哎呦，小琴。来，小琴，鞠科长，周阿姨，方小琴，哎，你认识他？怎么不认识？厂里职工吗？庞小琴，我中学同学呀，你给忘了？哎呦，你看看，你看，都大姑娘了，我都认不出来了。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坐坐坐坐坐，赶紧坐坐坐坐。好，谢谢鞠科长。哎，别老鞠科长鞠科长的叫，这在家里不是在厂里。叫我鞠叔叔就行了啊！哎，你们吃饭了吗？吃了，吃了，吃了。我们这次就是去小琴他们家玩的。哦，哎，小琴啊，你母亲身体怎么样啊？挺好的。这次西亚他们去你们家，给你们家添麻烦了啊？没有，我妈可喜欢西亚了，见到她可高兴了。哎，爸，我们这次去小琴家可不是闲玩了啊，我们可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你们几个，能做什么惊天动地大事啊？啊！我喂，哦，宋公啊，你好，你好，回来了，他们几个就在我身边了。哦，是吗？好，好，好，我一会儿就把他们带过去啊！再见，再见。我说你们跟葛溜子，你们做了什么事儿啊，让宋公那么高兴啊？啊，去了你就知道了。呵，还挺神秘的啊。溜子，齐叔叔，
你来了，溜达，你怎么站这儿啊？你爸呢？会议室呢？于书记、吴厂长还是宋工都在里面，你快去吧。哦，好。哟，都在这儿呢，我们怎么不进去啊？里面啊，正在讨论我们的图纸。宋工说啊，一会儿让我们说说我们的设计思路。六子，咱们可出名了，一会儿你进去说啊。什么出名不出名的？要不你去？我才不去呢，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我，我可没这当。我是觉得这电子点火装置呢是余辉想出来的，所以还得他上去说，是吧？我同意。你上去说。哎呀，我这个人啊，平时开个玩笑插科打诨还行，这种场合我上去我也紧张呀。要不姓王你去。我也紧张，里边都是厂领导，我去不合适吧？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反正将来咱们俩都是一家人，谁去都一样，去吧。他说的对，一家人，你去。哎，我说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谁跟你是一家人呀？我同意了吗？我跟你不是一家人啊，我们是一家人啊。那我试试。试试。宋工啊，图纸你们也看过了，你先发个言吧，说说你的想法。好，我们技术科的同志们看完图纸后啊，一致认为这个方案的可实施性非常大。虽然它现在只是个雏形，但是它为咱们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设计思路。怎么了？这次上我们家，你觉得我爸妈怎么样？我觉得你爸没有在工厂里那么严肃，但是我还是挺紧张的。哎呀，你紧张什么呀？我跟你说，我爸那人呀，就当领导当惯了，他总得端着点。其实他特好说话，真的啊。就是不知道阿姨怎么想，他们知道咱俩的事儿了吗？还没来得及说就被拉这儿来了吗？反正我觉得阿姨看我的眼神吧，好像能看出点什么。哎呦，看出来也正常。我跟你说啊，我妈这人你就更不用担心了。我妈是什么？只要我喜欢的，他都喜欢。但愿吧。大姐，你千万不要有什么顾虑。你这么优秀，而且这次咱们又发明出来这个装置，我觉得咱俩的事儿肯定没问题。你们几个进来吧。欢迎四位，年轻有为啊！葛云辉，你们的图纸我们大伙儿都看了，现在想了解一下你们的想法。你看，让谁给我们讲讲？我们让徐兴华代表我们说吧。好，徐兴华，那你就讲吧。哎，你们几个坐下，坐下，来这边坐啊。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大家好，我是我们这个研究小组的一员，我叫徐兴华。接下来呢，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研制这个自动点火装置的原理及构造。相信大家已经从图纸上有所了解，我们研制这个自动点火装置呢，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呢，是安装在放散塔架顶端的直燃式高空点火半烧器以及火焰探测组件。第二部分呢，是安装在放散塔架小平台上的高压发声调理器、高压电缆以及支撑组件。第三部分是安装在控制室的主控器。连咱们设备科的技术人员都不让靠前，枉费咱们天天好吃好喝伺候他们。连敲都不敲，有这么办事的吗？行了，别发牢骚了，技术不如人有什么用啊？有发牢骚的时间和劲头，认真的研究学习。今日はね、夜に日本に帰りましょう。中国方面に言ってチケット取ってください。はい。さあ行きましょう。
领导，各科的档案都齐了，调试完了，一切正常。好，我们决定今天晚上就回国了，请你带我去见一下吴厂长，好吗？请跟我来吧。好，谢谢。请进。这么多人，于书记，监察长都在啊。吴厂长，啊，朱野先生要见你。好，朱野先生。 朱野先生，你怎么来了？吴厂长，此次技术设备的改造、安装和调试工作，我们已经全部完成了，机器运转一切正常。哎呦，太好了！我代表全体江钢的职工，对贵公司专家们的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 不必客气，贵厂购买我们的设备，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决定今晚回国，机票我们已经订好了。怎么这么着急啊？是啊，朱野先生，各位专家这么着急走，我们什么都没准备啊！啊，不必了。感谢局科长和诸位在这段时间对我们的关照，谢谢了。啊，您太客气了，朱野先生。 在座的，还记得我们过去画过的这个日落曲线图吗？朱野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以前跟现在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机器运转可以达到顶峰状态。 我们不在这里，它将跌入低谷。切！这套先进的技术设备，公司买给贵厂，我从心里是不赞成的。因为如果把它交到你们手里，过不了几年，它将会变成一堆废铁。没有我们的技术支持。 你们是玩不转的。你说谁玩不转呢？如果玩得转，何必要买我们的技术？朱野先生，请注意你的言辞。啊，对不起，我刚才的言辞可能有些不当，但是我想说的是，要想得到世人的尊敬，是要靠自己争取的。 不是搞失手，难道不是吗？你叫朱野是吧？你今天不用在这嚣张，你给我记住了。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求着我们卖设备给你们。<笑>年轻人，你的精神可嘉呀！但是，我相信永远。 都不会有那一天。那咱们就等着。米娜桑，撒由那拉，再见。奇耻大辱！ 今天，竹野画的这一道所谓曲线，像一座大山压在所有人的心上。这是我有生以来感到最屈辱的时刻。日落曲线这件事呀，虽然对咱们是个侮辱，
但是呀，也大大的激发了工人们的积极性。化悲愤为力量吧。江刚就是咱们家，竹野这小子污蔑江刚，那就是污蔑江刚的工人阶级。没错。嗯。哎，今天这四个年轻人的表现，真是让我感到震惊。师兄，这云辉跟西雅是不是谈恋爱搞对象呢？没有，谁说的？没有。江刚这片土地上有什么事儿能瞒得过我？真没有。我女儿怎么会看上他儿子呢？我儿子能看上你女儿？还嘴硬啊？还嘴硬？咱们师兄弟多少年了，我能不了解你们？不过今天话说到这儿了，我这当师弟的就多唠叨几句，两位哥哥得听着。江刚，你说吧，我们听着。咱们的父辈是同一天进的厂，虽然岗位不一样，那是咱们江刚的元老前辈。厂里对这几个年轻人可是非常重视啊，咱可不能因为咱们大人耽误了孩子的前程和发展。我说的明白吗？明白，明白。我说两位哥哥，能不能给我唱一出《将相和》，别让我这当师弟的天天操心。周卫东，建刚把话都说这份上了，你怎么想啊？你怎么想？我还能怎么想啊？咱们总得给建刚一个面子吧？啊？爸，耿叔，你们喝茶。哎，妈，需要帮忙吗？不用了，你们聊吧。小琴，嗯，你跟我过来一下，我刚买了几本小说，拿给你看。哦，好。昆门当年呀，从咱们师傅他爹那偷了那个五彩人罐头，是不是被你给偷吃了？啊？那我还得问问你呢。什么？昆鹏从师傅那儿偷的那瓶酒，黄鹤楼，你还记得吧？记得呀。酒哪儿去了？哪儿去了？我喝了。对，那我就承认，罐头我吃了。哎，我就知道这事是你干的。是不是跟我小孩一样？这是好事啊，说明咱俩的事儿有谱。这叫什么来着？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看来啊，不用等我功成名就，我大学一毕业，我就上门提亲。干嘛那么着急？说的好像你不着急似的。那就再等两年。喜欢你啊，这不一样吗？啊！哎，玉兰，你说这两个老家伙啊，怎么突然短信的了？谁知道？昨天晚上跟我说。今天啊，请你们过来吃饭。我们家老耿也是啊，这一大早起床就让我去买东西，说要来你们家串门呢。管他们呢，从小玩到大，又三十多年的师兄弟，打打闹闹的多少年了，今儿好啊，明儿就坏了。你看他们俩还挺高兴啊，我觉着啊，跟这几个孩子的事儿有关系。是哈，你说这几个孩子。真能搞出这么重大发明！哎呀，这几个孩子要是有出息，那咱们做父母的脸上不也有光吗？那倒是啊，那红房子都得出名了。那是的。昆门从咱们师傅他爹。玉兰，嗯，这新华是不是和小琴在谈恋爱呀？新华没跟我说呀。我看呀，知道吧？我还想问问你。八九不离十了。哎，你知道吧？昆门很一直在骂呀。哎，想什么呢？没想什么。哎呀，这小琴可是好姑娘。老耿跟我说呀，这孩子在厂里可是厂花，勤劳肯干，还评过什么生产标兵呢。追他的小伙子可不少呢。是吗？兄弟啊，那孩子们都长大了。孩子们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吧。哎，你这话我赞成啊！啊，为了江刚，为了孩子，就得这么做。是啊，咱们年龄越来越大了，
江刚要想发展，全看他们的了。没错啊，爸。啊，你不反对我和刘子在一起了？你说什么呢？说什么呢？我什么时候反对你们俩在一起了？哎，我这不是考虑的你们啊，刚参加工作还年轻，要把你们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嘛。哎，老总，你说是不是？口是心非，这这。来喽，开饭了！哎，好，来来来来来，那我就不客气，客气什么呀？快快快，出来吃饭了。来，刘子。来，老刚。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坐。菜可多啊，今天。你快坐这儿。啊，谢谢。来来来，快坐好。快来。来喽。是啊，就是看。哎，爸妈，叔叔阿姨，我们出去转转啊。叔叔阿姨，我们走了啊。啊，去吧。叔叔阿姨，再见。早点回来啊，注意安全啊。溜子，早点回来啊。啊，我知道，放心吧。哎哎，老鞠啊，我看今儿就到这儿吧。哎啊，咱们兄弟俩呀，好久没这么聊过了。是，痛快，痛快，痛快。行了，今儿个你们两口子也忙了一天了。对。都辛苦了，嗨，没事，这个早点回去休息吧，我们俩就先回去了啊。我跟玉来啊，我们想再溜达溜达。啊，那行行行，好好好，那你们溜达你们的，哎，抽空了也到我们家坐一坐。哎，对对对对对，啊啊，对对对对，好了，哎，好，回见啊，回见回见，再见啊，慢走。你跟耿卫东搞什么鬼呢？啊，之前你们俩一直都不对付，打打闹闹好几年了。这怎么突然好得像亲兄弟似的？嗨，其实我跟葛卫东之间，我们真的没什么，无非就是在工作上有点争执。哎，你想，我是市南科长，他是车间的一个主任，这不是正常的事儿吗？哎呦，不过要真的说我们之间有点什么矛盾，哎，那得从我们当学徒的时候开始说起了。哎，你坐这儿。当年啊，我父亲啊跟卢公门的父亲啊，他们俩关系比较好。这后来呢，我又拜了卢公门的父亲是为师傅，所以呀，我跟卢公门嘛，我们俩一直走得比较近。其实建刚一开始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就是因为他的父亲啊跟那个卢公门的父亲他们是工友。可是啊，自从那次意外事故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建刚，自幼丧母，父亲又在这次意外事故中去世了。他当时啊，真的是无依无靠啊。师父觉得他可怜，就把他也收成徒弟了。所以他就成为我们几个师兄弟最小的一个师弟。可是建刚呢，他人聪明啊，又好学呀，师父特别喜欢他。有时对他那种好啊，都超过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了，真是啊，手把手的教他呀。那葛卫东呢，他就是个大老粗，没什么文化，学东西特别的慢。师傅开始并不喜欢他，可是呢，他整天就围着师傅和建刚屁股后边转悠。当然了，他呀也下了不少的功夫，笨鸟先飞，所以在技术上嘛，还的确是不错。哎，可是就是他那脾气，是不是啊？跟大炮筒子似的，要不怎么叫他耿大炮呢？所以啊，我们几个根本都不待见他。哎，这回不一样了。建刚说呀，咱们儿子跟几个年轻人搞了一个重大的科研，厂里非常重视啊，希望我们啊不要因为父辈之间那点事儿影响孩子以后的发展。我这一想有道理啊，你说我跟那耿大炮之间也没什么，是不是？所以我一想啊，算了，我不跟他计较了。别好了没几天又闹腾起来了。哎，这绝对不会。你是咱们钢厂的护士长，你还不了解钢厂这人啊？个个都是直脾气，那吵吵闹闹那不是正常的事儿吗？对事不对人。嗯，请进。刘叔。哟，兴华，您找我呀？来来来来来，
哎呀，快，走。哎，来。哇，您这办公室真大，真气派。还行吧。来，快起手。啊，您别忙了，来，我自己来。哎，谢谢卢叔。快开学了吧？啊，是，过几天就该返校了。哎呀，清华，叫你过来呢，主要是跟你谈个事儿。有什么事儿您说。这个点火装置的构想，我建议你以个人名义向杂志社投稿。不是，卢叔，这个是我们四个人共同的研究成果，我一个人投稿不合适吧？这有什么呀？难道你没有参与？你没有付出？昨天宋工跟我说了，有了你们这个点火装置的雏形，一定可以研制出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点火器，这可是大功一件。你傻小子，你还等什么呀？写进单词里，以会心一横的方式跌宕多年，但理想的夏天雨中奔跑，以你为梦为梦的少年，把别离的月锁进成长里面，以爱而不得的名字遥望我眼，在重逢的季节撑着雨伞，满身疲惫疲惫的少可怎么可以输给你那个少年？答案不在这里，清冽余生，此刻怎么可以输给你那个少年？